新闻一开始要来关心，民进党政府积极推动绿能开发，其中全台湾有超过七成的绿能开发投资是伫咱彰化县。彰化县议会国民党团就来召开记者会，要求中央制定专款课征绿能税来挹注地方财政，因为中央哦好用地方的天然资源，地方政府只会当接收所有环境冲击甲外部成本，因此课征绿能税才会当。回馈地方，绿人肥，彰化爽，地方苦哈。给海报发出心声，国民党彰化县议会党团召开记者会，要求中央袂当把彰化人看作二等公民，伫彰化开发红利发展等绿能建设，但是彰化会当分到税金却真少。生鸡两个无啦，吼，生鸡两个无啦，放鸡屎一堆啦。对我们彰化县民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我们今天记者会的诉求就是希望呢，中央能够奠定专法，能够呢，课征这个绿能税给我们彰化县民哈，那让我们彰化县呢能够在公共设施还是在社会福利的方面呢都能够有这笔经费来挹注。桂湾特首也讲，红利发电拢伫沿海地区24点钟运转。江边的厂商拢遭受到噪音，渔民出海拢爱闪离花风场风力发电机。中央用的拢是彰化资源，但是连地方会当收的印花税拢被取消。阮沿海地区吼，咱即爿即个风力发电都在我们的沿海地区。沿海地区，你看到24点钟伫遐咧盼，阮遐江边遐厂商吼，逐工都爱遭受这个噪音，尤其是阮遮渔民，当咧阮咧出海的时阵，都爱闪遮的。像这的迄个风力发电，迄弯来弯去，弯来弯去，才有法度出海。这毋是阮的损失，而且对渔民因有一丝仔补助，按照那个是很少很少的补助。针对国民党团议员的要求，县长王惠美也认为，中央予地方的回馈伤少，中央确实要制定专法，予地方一个交代。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